倩儿啊，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香饼粒儿，是不是啊？你瞅瞅，傻子都看出来了。关键是我怎么表现，他也不搭理我呀。哎，这没有事儿，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，你知道不？但是我从内心，我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，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那是猜的吧？你这么说话没朋友，我本来想帮你，这人就不帮。好汉留步。贤弟会说话了，大清哥你坐啊。那个水豆浆油条，不过哥也有条件啊。哥帮完你以后呢，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啊。我明白了，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。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，是不是？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？这不就你说的也对，你下边咋整？是不是想哥帮你啊？啊，好，等着啊。喂，兄弟，咱们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？有啊，啊好，打哪？打脸。嗯，哎，你不要提钱不钱的，你报个价，10块、20、30，要哪个？要30的，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。30的3块，老规矩，买三赠一，来吧。哎，你还有这朋友呢，这真行。来了啊，放着吧。啊，来，欠钱。这给。好，你回去吧，记我账。好了吧。不是，你欠我10块啊。欠什么10块呀？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呢，中介现在不要钱呢。你真有意思，你啥钱你都挣。行了，你说这玩意咋用啊？这玩意儿一会儿等香饼粒过来哈，你拿着就啪就削脑袋上。打香饼粒啊？打什么香？打你啊？那多疼啊！废话，你疼你不掐你嘴吗？你疼啊！香饼粒我就哎呀，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，把我搂怀里边了，太有画面了。小饼粒来了，来了！阿达！咋没劈开呢？兄弟，我刚跟你说了，我这道具做的吧，就是顺着拉的吧，它不是那么的，它是摆。哎，大清哥，我没看差吧？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？那个小饼粒儿，啊，我也能掰开，你瞅着啊，大！啊，大清哥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纹啊，刚才这顺的，这个是横叉，这不是掰的，这是。那个小饼粒，等会儿，太厉害了！我也能，太厉害了！我也能用手劈，你真瞅着啊！打呀！啊打呀！啊打呀！啊打！哎，王强，干啥呢？哎，小饼粒，啊，抱抱我！抱什么抱？我咋的？刚才我说你两句，你想不开了？你等会儿啊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。大清哥啊。这砖头怎么回事儿？兄弟，我忘跟你说了，我们拍电影真有假，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。好像啊！哎呦，我大金哥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大梅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？啊，你这样，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，非得爱死你了！偶像，来，偶像，哎呦！告诉他我是八段。